看了这么半。能出一个什么好的结果？他以为他在画一座山，他以为他能画好，他就乱画，你知道吧？那个雨欣还是有构想的。马瑞，你应该多挤一点，你那个运不出去的。雨欣画了一只螃蟹，老鼠，那个老虎，那个他是螃蟹吗？那肯定是螃蟹啊。雨欣学过国画的，一看就是学过的，有功底。绝对，两位姐姐都非常不错。我觉得马瑞画的像是一个心电图。我觉得这个画的神奇之处就在你没画好之前不知道画的什么东西。还没看出来吗？我这个这么明显了已经。水墨虾。对，我这个看出来了。我觉得我这个已完成了，特别好，写特别好。对，我是就是，只是。你现在要数个名字。还想写字。他这一写啊，马瑞算是白干了。马瑞，这是我们合作的。马瑞这个很好看，在我这个角度看，水墨意境。他这个非常好看，非常好。哎呀，你还在动嘴，你要喝一口是吗？感觉他都要亲上了。他想学唐伯虎。哎，你别说哈，马瑞这个化妆出身，他对于色彩的配比把握还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马瑞，你签个名。厉害的。哎，可以，谢谢你们的鼓励，厉害。马瑞那个是不是谁去了都能画那么好呢？因为他那个就不是，是谁去了都能比他画的好。谢谢，给两位鼓鼓掌，来，我们现在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我觉得咱俩合作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蟹的话，它是大毛茸茸的那个茄子啊，完全表现出来了。虾的话，水墨效果还是有一点的，好看的，非常好的，对，很高级，已经了不起，第一次画啊，高级。毛老师。这个山峰完全展现出来了，跟我差不多，真的，别效果真差不多，是吧？有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，水墨完全就是晕染开来了，谢谢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谢谢老师，其实挺难的，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。我觉得它那个水的流动不是我们所控制的，然后我唯一的刚学会一点就是他知道哦，但那个原来边界线是要插进去的，插到那个纸里面，然后要渗透的颜色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就是它设计的那个空间，你画的时候跟你想的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你要跟着水走。老师太牛了，但是二位画的还是不错的，我们也感谢张老师的悉心指导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这幅画应该你们一会儿带走啊，从中间能带得走，裁开，不裁开了，我们谢谢马瑞。啊，张老师，今天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非你莫属，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画作的创作，真的让我们耳目一新。我真的希望未来有一天。可以让很多的外国朋友见识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水中水墨画，领教一下中国水墨画留白的意境，更感受到张明聪老师在水中作画的这份从容自得。太棒了！再次掌声感谢张明聪老师，谢谢。谢谢，张老师记得早日去申请世界第一次记录。哎，好的，下去立刻就要去赶紧准备。好的，谢谢。